艺文展览的讯息。拥有20年陶艺经验的艺术家卓华新打破框架，将陶艺与漂流木金属结合，透过不同的媒材搭配，呈现陶艺的多元面貌。这次在大甲高工举办个展，喜欢做陶的他表示，泥土是最亲近人的素材，希望让平时接触电子和机器的工科学生们也能够有机会感受陶艺的温度。这么做一种干刷的处理，认真地讲解着自己的作品。拥有20年陶艺经验的艺术家卓华新，将陶艺与多种媒材结合，让金属、漂流木融入设计之中，呈现陶艺的多元面貌。这次在大甲高工举办个展，让平时接触电子与机器的工科学生们一同感受陶土温度。那这一次的展览的主题，我们是把它设定在一个多媒材的一个表现的手法。那其实这当中很多的创作品，我们是结合了木属跟金属以及我们的传统漆艺，让我们的那个作品可以有一个很多元化的呈现。那其实这次呢，我们邀请卓华新老师，最主要呢，就让我们工科学生在他的工科的一个领域里面，能够多一点生活的美学，然后呢，欣赏这些艺术的作品，在他心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印象，利用这些美好的印象去发挥他原来功课比较生硬的一些印象。沏好的茶汤倒进陶杯中，显得格外雅致。卓华新表示，泥土是最亲近人的素材，他将陶艺融入生活，除了一般的杯盘茶具，还有茶桶、花瓶等设计，让陶艺不只是装饰品，更能点缀生活。这次卓华新更带来了他最喜欢的作品《云河》，让民众大饱眼福。这些图案的表现，以及这些泥条的表现，它就是象征我们站在地上往天空上的时候，看到那个天上的云河那种感觉，对啊，繁星点点那种感觉，就是要模拟那种情境。所以它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作品。虽然不是说非常具体的做出一个作品来，可是它可以从非常抽象的部分里面去解释出一些很仔细的艺术的一些道理，还有人生一些待人处事，然后从中就可以体会到一些就是可以学习到的，例如说对于美的观察，只要越用心越能观察出来。根据我们看的这个展品，也许我们会把我们工科所有的，因为工科都很喜欢碰到铁嘛，那我们可以把铁变成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去给外面的世界说，我们工科不只是铁，但是我们铁的很好玩。陶艺与漂流木和谐的搭配，呈现不同风貌，每件作品都别具特色。陶艺个展展览至12月，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记者李云轩台中采访报道。